下来！我觉得江一成的生活里面的样子非常还原我本人。星星，但是我是一个电脑白痴，但江一成是一个代码天才。不管是项目还是人，只要我认定的，就一定能拿到。陆离给自己的解释是：行事谨慎有节奏。敦实可靠，我画的考拉，陆离是个考拉，别人看到他是有点呆萌的。看到他们，是不是想到我们以前创业的时候？陈一鸣是绅士随和有涵养，温柔微笑大暖男。哪有这么当哥的？江雨桐呢，就是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好憨，憨是重点。对，你往上面一坐哈。有好看的吗？导演的话，我们俩的关系就像是那种非常好的搭档，然后互相非常懂对方。好，再一个，进入到这个角色以后，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爱发呆，然后都比较爱思考。边看，因为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开朗和外向的一个男生，会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加入到陈一鸣身上，然后让这个人物更加的饱满，更有勇气。他很单纯，而且很信任自己觉得很好的人。